草屯镇复兴里多年来保留行道口和行松的行旗文化，为去年开始配合稻草工的文化节，举办镇长杯旗艺竞赛扩大推广。这届报名嘛正踊跃，有50队参与，老人囡仔做伙行旗交流，充满趣味性。有三个人来组成着一队，首先展开着行松的竞赛，无分着年龄，不管是讲6岁囡仔，还是80多岁是大人，做来行棋，大家算个正趣味。我拢捌，较早看牛捌，捌算啊。第一年参加啦。第一年啦，差不多经过，差不多15年捌算啊。啊，今日来干嘛呐？啊，都他真正有训练啦，啊，都头感觉惊惊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对呀，我三个来拢赢。就是以前有我玩围棋，然后差不多，然后觉得很好玩。这是咱老一辈哈，在咱农忙之余哈，来在咱餐头哈，就使来行企业活动啦。啊，我嘛是希望讲哈，咱的各界企业哈，会使踊跃来给咱帮衬哈。来哈，来把这个活动哈扩大到每个这个里民哈都会玩，甚至到全县。草屯稻草工艺文化节规划着一系列精彩活动，这边伫复兴社区展开着行松甲行道口的技艺竞赛，希望讲让这项上届传统，会使讲让大家用要放袂记的传统技艺会使恢复。我相信啦，啊，少年囡仔绝对是唔知哈，绝对嘛未晓。但是咧，我啊成立一个推广小组哈，啊来一直来推广哈，吼，伫社区任何聚落哈，啊甲学校拢总要互因徛出来哈，啊下当个先吼，即经济实惠哈，根本啊即拢唔免去用着钱，甚至啊古早时阵啊是用过。伫涂骹内底画，用画尔吼。借着技艺竞赛方式，互是大人、少年人，一个小朋友，会当做伙来挑战，嘛促进着感情的交流。草屯镇公所将继续甲复兴社区合作推广，互较侪人会使感受到行松甲行道口的趣味性。记者林云新，草报道。